主料面条150克辅料鸡蛋一个火腿一个西红柿盐油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火腿肠切丁备用西红柿切丁备用锅中放适量油倒入西红柿翻炒出汁液后放入水待水温热不是沸腾的时候打入鸡蛋不要搅动待水沸腾放入面条面条几乎成熟放入切好的火腿丁盛入碗中即可使用烹饪技巧打入鸡蛋不要搅动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